Master Hands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彦瑜。长长的睫毛，卷卷温柔发烧，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对我示好。你迷人发香，有甜甜的味道，我居然有点想保护你到老。最喜欢看你无理取闹，喜欢你傻气天真的笑，喜欢你听我唱歌时大哭的模样。今天来拍的是 Master Hand 的专访。那我今天穿的衣服跟以往自己的风格都比较不太一样。那第一套是比较偏时尚，然后比较绅士的。那像现在身上这一套是比较休闲的，然后衣服非常有质感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造型。只是个小人物，默默的给你祝福，站在黑夜里守护你的幸福。那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允文允武呢？其实是因为就是想要表达的是，就是我自己文的状态，比如说像我的音乐方面，小提琴、吉他，或是钢琴、piano， 然后还有我的创作。那舞的部分，其实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好动，比较我喜欢跳舞，那比较动感的，算也比较动感的一位歌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收到我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取了云文云武。你的美丽国度，住着美丽的公主，和王子一起倒数末日前走过的每一步。我是小人物，爱着公主，站在黑夜里守护。